Hello Hello， 又是我哋留住有缘人啊！今次我哋有缘带大家嚟到何文田山嘅永安台。喺度，首先我祝各位屋企人身体健康，你可以安坐家中，透过手机或者电脑，通过美联物业嘅平台或者 YouTube 呢个频道，就可以轻轻松松睇片做楼神啦。我系 Abraham 阿 Lam， 嚟自九龙豪宅加多利分行。九龙何文田山属于九龙区老牌豪宅地段，经过何文田街上就即是何文田山道啦。美联连接住维里道，环境自成一角。今次为大家介绍的是位于何文田山道24号的永安台，楼龄43年，单独式的住宅物业。单位是一个低层的 D 室，实用面积有1615平方尺，三房一套。本嘅系一个两房单位，由于房间嘅面积宽敞，所以业主将佢打造成一个三房嘅设计布局。而每个房间都有窗户，保证光线充足，空气流通。厨房通去就是 Helper 姐姐的私人空间。客厅连接住的是一个露台，晒时都不晒的，坐在这里可以看下报纸或者晒下太阳。邻近是旺角和油麻地，交通出入都很方便。加上何文田有传统名校网的优势，所以豪宅地段的认受性十分高。如果你对我们刚才刚刚介绍的物业有兴趣，请你抄低我们的电话，我们的专业同事任何时候都会为你和你家人找到适合你居住或者投资的优质物业。同时如果你是附近的业主，也都欢迎透过我们这个频道去介绍你的楼盘，找一个有缘的买家。拜拜，我是阿 Lam。